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谢子王，然后欢迎来到我说观台。今天呢，就来回答观众的问题啦，就是 Q&A 的问题，庆祝55、60、65的订阅者回馈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第一题来自 Strawberry 草莓果酱，我可以吃吗？啊，不要不要不要。他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要当实况主？问号，开括号 Q&A 的问题，为什么我要当实况主啊？其实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就是呢，很多实况主就是疫情经验过后就可以赚钱嘛，然后想的就是呢，赚钱了过后就拿自己的钱去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没错，就是这样，不会花费父母的钱啊，应该。但在那一些天之前，我就花父母的钱。好，第二道问题，也不是第二道问题了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呢，订阅者嘛，十万订阅者够可以拿一个 YouTube 的那个奖杯嘛，奖杯够还可以去 YouTube 的公司那边怎么领奖嘛。有时候我会去。我可能会去国外，比如说，一下，去年我总共讲了多少？2021年，加，就是那些今年就那明年。现在又他明年就对就一六毕业，就一六毕业。对，如果3年的时间呢，我就可以毕业了，然后就去国外啦。我去了一个，不是一个啊，很多个啊，算是两个国家，应该算是两个国家。第一个国家就是去台湾啦。去台湾当时去见那种，去见前辈们，我也不知道他认不认我是晚辈啊，就是比如说吴秋峰前辈、阿成前辈、鬼鬼前辈、小雨前辈、天兵亚瑟，哦不要了，等一下被告哦，天兵亚瑟前辈，那些时光组前辈，你看我的。Subscription 前面，你就知道我订阅多少个台湾的实况组，然后，没错，就是要遇见那些人，顺便拿一下他签名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我就去北马嘛，还是吉隆坡去见老吴啦，只是讲没错啦。然后这个问题就完成了，我花费了3分钟来回答这个问题。然后第二道问题是刘翔伦雨林，固定不定没关系，我已经回答了，已经定你了哦。其实我可以要求固定了啦，在下方，这样我要固定不定没关系，我要固定就可以了。我会定义回你的。然后第三道问题，刘神力的问题就是可不可以一起玩全民枪战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两道问题，第一你什么名字？第二你什么时候上线？上线？没错，这两道问题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哦，谢谢。第四道问题也是来自 Strawberry 草莓果酱，加油 O W O，然后我回答了谢谢，等一下谢谢，哎，抓不到，谢谢 O W O，然后大致上就是这样的啦。好了，今天的 app 是差不多的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然后左下角喜欢在右下角订阅。如果是电脑版的话，如果是手机版的话，然后在左下角喜欢在右下角订阅。随时各种频道，随时各种动态。我们下期 app 再见喽，拜拜。